大家晚安。在今天呢，各地啊天气又再度的回暖一些了，特别是北部地区，昨天晚上呢一阵东北风吹下来，我感觉还蛮凉的。不过今天呢白天开始东北风就明显的减弱，各地的气温明显的往回升。那么预计呢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天哦。不过明天呢在清晨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起雾的现象，不过还好的是呢白天阳光露脸之后雾气就会逐渐的散去了。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呢要落到礼拜六。礼拜六会有一波新的封面云系通过北台湾，预计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受到这波封面云系的影响，出现降雨的情况。不过呢，封面云系通过的速度很快哦，预计呢在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天气就会再度的回稳，又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预计啊，从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二，南风呢会再度的吹起来，天气又会回到呢像今天一样子比较温暖闷热的天气形态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图，可以看到今天大环境呢又再度转成偏东风，所以各地的气温呢明显的往回升哦，天气也是相当的稳定的，各地都有阳光露脸。那么预计呢这样子的好天气会持续到明天礼拜五，预计呢各地天气状况都不错。那么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呢就是落在礼拜六了，可以看到呢会有一波封面云系快速的通过北台湾，预计呢在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又会再度出现降雨，不过很快的礼拜天又会回到好天气。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哦，预计呢在明天礼拜五就是受到呢东风绕过台湾地形之后呢有这个背风涡旋，使得北部地区比较容易在清晨的时候出现起雾的状况哦。不过白天呢雾气就会逐渐的散去了。那么接下来呢要落到礼拜六哦，会有北方一波新的封面云系掠过呢这个北台湾，预计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都会出现阵雨，不过呢在礼拜六晚上天气就会再度的逐渐回稳。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图就可以看到了，预计呢就是在礼拜六可以看到在这个彰化以北跟东半部地区还有在南部的山区都有机会出现降雨，局部地区呢还有机会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雨势哦。不过呢这波封面云系通过的速度相当的快哦，只有影响礼拜六的白天，礼拜六的晚上呢天气就会逐渐的转干，降雨逐渐的停歇，礼拜天呢又是一个可以见到阳光的好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周末假期呢中部以北东部地区礼拜六有机会出现一些雨势，安排活动就建议你这个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适合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哦，预计呢接下来这一周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相当的温暖的，不过呢在礼拜六就是封面云系通过的当天呢，因为啊这个云量偏多有一些降雨，所以温度略微的往下降，高温降到23度，低温来到17度左右，有一点偏凉哦。但是礼拜天呢高温又可以回升到29度上下了。那么在中部地区一样的，在礼拜六呢温度略微的往下降，不过整体来说呢接下来这几天其实气温的部分都算是舒适，有一点偏闷热的感觉。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哦，接下来这一周的气温呢都可以维持在30度的上下，有一点偏闷热了。那么在东半部地区呢跟北部地区一样哦，礼拜六礼拜天温度略微的往下滑，一样的在下个星期呢气温又会再度的逐渐往回升。好，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主要呢就是在偏东风的花东地区迎风面的位置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大家要好好的把握。那么紧接着呢在礼拜六会有封面云系通过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就要留意了，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我们下次见。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除大太阳的好天气，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表演还没开始，雨丝却开始飘下，甚至还变成滂沱大雨。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客制化天气预报，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小至一路段、一栋房的预报范围、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你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快来找我们，办活动的最佳选择，客制化天气预报。